好戏开场了呀！师傅，你听我解释，嘉诚学长在门口堵着，我没出去，所以以后别再叫我师傅了，你跟他玩吧，我走了。这都这么多天过去了，小徒弟还不来找我。据说为什么不来找我，原来在甜蜜双排，看来是不需要我了。表哥，你怎么和苏雅的关系越来越恶劣了呀？就这样吧。哎，苏雅那个人也是，你都把师徒关系解除了，他还在那跟嘉诚甜蜜双排呢，吓得我赶紧偷偷过来告诉你，苏雅那个人好像就是脖子上面顶着个肿瘤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想。哎，我觉得他……闭嘴，我不想听了，开了。表哥，我们拿下 P 城集合，好吧？别吵，我脸上有人。选择放着全部走不出的迷糊，是我作茧自缚，是我爱的太纯太不纯真，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灵魂，也是我自作自受的一个大脑真相信你多久。前面有枪声，前面怎么那么多车啊？发生了什么？看看。哎，我认识他，他就是那个小学生主播，这么菜还是个主播呀？小菜鸡，你的战神师傅呢？他师傅是战神？哎呀，你慌什么？他们吵架了，他师傅不可能来帮他了。表哥，帮不帮？怎么说也是我以前的徒弟，开枪。表哥，帅呀！就算我不帮他，也轮不到你们几个欺负他吧。师傅。你误会了，我并不是想帮你，我只是看不惯他们而已。我知道你就是在嘴硬，师傅，我不管，我这把游戏就跟着你了。我可不想带一个拖油瓶啊！我们走吧，表弟。我真不知道你在纠结什么，嘉诚学长都已经走了。你说什么？视频未完待续，下集更精彩，点个关注再走吧。最后别忘了看我直播。